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嚟个 channel， 我系阿 King， 唔知今日大家觉得点咧？咁我今日咧同大家继续睇张敬轩嘅演唱会啊。咁其实佢每一场嘅演唱会咧，我都想睇下佢请咗啲咩嘉宾嚟唱歌。咁呢一段片咧系我老婆咧叫我听咗先嘅，因为佢话好想睇下我嘅反应，因为佢自己本身咧即系好中意王菀之嘅，佢都知道王菀之同阿张敬轩系嗰个友情系几深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有一个 soulmate， 所以我都感受到究竟一个好好好好好好嘅朋友系点样。系啦，咁啊点多咧，我嚟睇下佢哋嘅演出系点样啦。咁啊，记得开始前咁啊拉俾我啦，subscribe 呢个 channel，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睇啦。咁好啦，第三样嘢就紧要啦。哦，part two。又係紙嘅，你哋咁輕送紙嘅嘢嘅咧？方便攜帶嗎？我寫咗封信俾你，你想你讀定我讀？好似你讀會傳神啲喎，係咪啊？你用你嗰啲音聲細氣。你要咩啲？好啊，你會喊㗎？好短嘅啫。兩頁紙喎都。我哋一路兜住呢個圈咁樣嘅，啊，企你企。超度咁，我哋都可以。張敬軒，你過得好嗎？冇見面嘅日子，我同你同好多人一樣，都喺度好努力咁追尋緊自己嘅夢想。有時好困難嘅，但係冇諗過放棄，因為放棄咗咧就會成為定局。你唔好嚟啊！我想喊嘅，因為放棄就會成為定局啦。但唔放棄咧，就一路行落去都仲有希望。所以我哋彼此都要繼續努力啦。無論將來會係點，我都祝福你未來有更多個20年，做你夢想的事。冇黑暗啊！生活開心自在。幾年前我哋喺同一個地方，你問我如果下一世。遇唔翻我咁點算呢？哇！嗱，你整嗰首歌好多高音嘅，你唔好嚟。加油啊！我怕你唔記得，所以我而家再教你一次。我會去揾翻你。哇！我想聽多次喎。無論係點，我都祝福你未來有更多個20年，做你夢想的事。冇黑暗啊！生活開心自在。幾年前我哋喺同一個地方，你問我如果下一世遇唔翻我，咁點算呢？真係有，你係要有幾深厚嘅感情，你先會問對方呢一句説話咧？哇！真係，加油啊！我怕你唔記得，所以我而家再教你一次，我會去揾翻你。係由心裏面發出嚟，照亮好多人的張敬軒。哇 ！Oh my gosh！
對不起啊，我不是想令鳳凰上感恩的，他陣間都會演出好好的。多謝你，多謝黃生。我們現在送多一首歌給大家聽。好啊，這首歌都是很多人想聽，而且很久沒唱過，也都是我和皇后很重要的一個 project 的主題曲，送給大家《告白》。即是 我都開始明白為什麼人說他們為什麼不一起來的，其實這些東西真的很難說，我經常覺得這些這麼深厚的友情是好像即是兩方面的，要是就很可惜，要是就很幸運，因為幸運是因為有時會覺得一起了還有機會可能 會太了解分開，但是如果你可以有個 boundary 是不可以越過那個 edge 的話，咁其實可能會更加好嘅，即係男女之間嘅友誼其實有時就係點到即止咯。我會覺得我都明白點解我老婆會喊啊！睇完之後，哇，真係好感動，大佬係真係要好認識對方，好了解對方，大家都係要同一個，大家都有同一種感覺，係好 friend， 好 friend 到唔係 friend 啊！其實真係係屋企人咁樣噶啦，真係。人一世真系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呢句说话真系恭喜佢哋，即系大家都揾到个咁好嘅亲人。即是我觉得整个画面就是，如果你在现场，我觉得你和我都会感受到这个是他们的 moment， 是属于他们的一首歌，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上。哇，这个真的很压很实在的一种很坚稳的一种友谊的一个很好的代表作啊。好真实咯，佢哋嗰种友谊，究竟经历咗几多嘢先可以有呢种？睇下几冧 ，Oh my god！
比亲人更亲的友情。好鬼正呢下，即系好啦，咁啊睇完啦，非常感动嘅一首《告白道》。平时咧都会，即系我老婆都会有时睇下啊王菀之嘅 live 嘅，即系佢哋有时会唱歌啦，睇佢 YouTube 啦。咁其实我就唔系真系太认识佢为人，因为我最记得只系佢老表你好 hea 即系 TVB 剧嗰啲，因为佢系好夸张嘛做到。好巴渣，即系其实我又到嗰阵时，我系搞唔清佢个人究竟系好似咁文静啊，定系其实好似真系做戏咁巴渣咧？其实我都系唔知道。但系咁啊，睇完之后，其实就好清楚，其实佢真系一个系非常有气质嘅一个女仔。有啲嘢系扮唔到出嚟，亦都你学唔到嘅，就系呢一种感觉。虽然佢好似讲嘢冇力咁样，但系。正正就是因为他把声线同埋佢嘅人嗰个性格啦，同埋佢嘅气场啦，令到所有嘢都好舒服嘅，亦都系好有一种气场，就系会吸引人想同佢认识啊或者合作啊咁样。咁呢个就系到目前为止我认识嘅王菀之。咁啊，我当初系唔知道原来佢同阿张敬轩嗰个友情系去到咁深，但我知道佢哋系好 friend 咯，但系。他们一定是真的生死之交来的，就是一定是经历了一些大家都不是很知道或者是很难会去接触到的东西，一些真的生命有关的东西。刚才軒公都有说过，其实那件事我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不过听他这么说真的很大镬，最后又解决到。那我觉得就算不是发生这件事，我觉得他们本身都是一个很夹的 partner， 可以告诉大家，我觉得就是男和女是真的不会只有爱情的，是真的会有纯友谊的。而这种纯友谊是不是个个都可以在爱情和友情之间那个取舍那里可以自己决定到，真的很看人。同埋好睇对方点样谂，系啦，咁啊废话讲多咗啦，咁啊呢个就系我对于佢哋呢次演唱会嘅感觉啦。唔知你哋觉得佢哋点咧？究竟你觉得王菀之唱成点，或者你觉得王菀之份人系点样？欢迎下面留言话俾我听。呢段片去到呢度先，咁我哋下次见。记得之前同埋 like 俾我啦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同埋 share 俾你身边嘅朋友睇啦。我系 King， 拜拜。